第八题，各种金属中，以铜的导电性最好，因此在生活中常常被制成电线使用。我们背过了，导电最好的金属元素是银，铜是第二位。而铜被作为生活中的导线来使用，主要的原因之一是因为它比较便宜。所以第八题的说法呢是错的。